示范一下哦，到底这个真正的这个家具的一些制作过程。你说家具就跟人体一样，好像这个石磨是我们的人体的骨头，还有的肌肉是像我这像这个橡胶，然后放在上面就是有我们的肥肉，外面是皮。哦，女生都希望肥肉少一点。只是最重要的就是说，我们的实木做出来是漂亮，因为实木丑，就跟你的人身体一模一样嘛。如果你断了你的骨头，看出来是皮肤会看得出来哪里就断掉了，整个就不平了，然后也会看出来颜色也不一样。对，这是跟家具是一模差不多的。所以有很多人就是这是就算为什么我们做的东西比较高级的，因为我们用的时候全部是实木的，实木不是胶合板。胶合板做出来比较丑嘛，所以你现在要帮我们展示是做这个高脚椅的这个椅垫。对，来，我在想象做家具应该是一个都是机器的，但是其实有很多人在后面去做的。做沙发椅比较难，不可能机器做的。像柜子可以吗 ？OK。柜子比较简单一点，但是做一个沙发椅或是椅子，一定要一个人的手的拉的速度不同嘛。骨头准备好了，骨头准备好了，现在要放着肌肉是不是 ？OK， 好，这是橡胶，就是说你做出来的时候有这个弹性。哦，哇 ，very hard。对。哦，要把它拉紧。对，像这有点弹性。对，这真的是肌肉哎。对，真的是肌肉。那为什么我们不放像直的？因为他们放直的时候会割掉。哦，要照它那个纹路。对。所以要让它斜的，才不会直接啊。Interesting. Yeah. 那我们就像这样子。哦，要交错。对，弹性比较好。弹性更好。对。第二层就是我们放的这个布料，就是说做出来不会有这个洞。对对对，那你要把它拉得很紧。对。然后我们现在放那个。喷的胶水，这是什么胶水？这是胶水。胶水 ，OK。这个上面就是的肥肉。肥肉来了。你知道，在人体上来讲，大家可能不需要太多肥肉，可是，在家具上要有一点。对。但是也不能太多，对不对？呀，不能太多。太多的话也是让你不健康，做起来也不是会，做起来也是不舒服。对，真的，这是对，这是真的。这是 facelift。对。所以你看我们拉的时候是最重要的，看出来线条比较尖，但是用手拉的。所以你意思，刚刚的意思就是说，还是很多地方必须要用手，就是像大沙发这种，对，没有办法用机器。
然后最后一层是放这个，放在下面，下面，这样就不会粘稠。对对对。然后直接就放这个。刚才花了也一段时间才做一个小小的垫子，所以你可以想象要做一个大沙发的时候，那个工程是非常浩大的。对。哦，让我做做看。对。还蛮舒服的。那跟我们谈一谈啊、哦，我知道呢，你前一阵子有参与一个这个真人实境秀 Framework。嗯哼。Framework 他们当初他们想一个，他们找一个评委，然后那时候他们找到我的网站。嗯。然后看了我的 portfolio 看了我的 portfolio， 然后就是说问到我你想不想做一个评委，所以 yeah absolutely 为什么 yeah。 你拍完之后你觉得值不值得你参与呢？对，因为真的，因为我是一个家具设计师、嗯、但是没有那么多机会只能看到我的家具作品，所以这品牌更推广出去。对，那你当评审，那有时候你要给一些参赛者，对，你要批评他们的作品，有时候会不会很难呢？你会不会像 Simon Power 一样这么的毒舌？有一点，但是我说的东西是有意思的，我没有就是乱说的，有原因的，有原因的， uh-huh. 没有不会说乱说东西嘛。Uh-huh. 如果说他们做出来的对，用他们的时间好，他们可以做出来一个很漂亮的家具，所以是我们的工作去看说喂，这是太高，这是太矮，这个做不太舒服，这个看为什么你用这种木头纸木，为什么这是你的工作，这是我们的工作，所以必须有时候必须要把实话说出来。对，我想参与这个拍摄工作也更能让你了解，也更让很多人了解说其实制作家具真的不容易。对，好的家具真的不容易。然后也为什么知道说为什么家具有时候是这么的昂贵，对不对？然后也更让更多人看到你的家具作品。OK， 我们稍微休息一下，广告过后马上回来。待会带您去参观 Nolan Lu 的家，看看如何把居家环境设计得摩登时髦又简洁实用。千万别错过，我们一会见。